咱们这一款游戏画面非常真实，也非常的细腻，格斗技巧也是相当的丰富。好，咱们奥特曼已经选好，准备开始战斗。捷德奥特曼战斗力非常的爆棚，也是非常帅气的一个奥特曼。咱们来看看咱们今天要对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怪兽。夜袭，哇，居然是个大树怪。然后他会动地术，这非常的高级，是不是？而且他的防御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咱们发个一个小的绝招，让你尝尝咱们的厉害。看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非常的帅气？太酷了！咱们这是变身了，这不是绝招，咱们看错了。给你几记重拳，这一次咱们发的绝招应该没错了，是吧？反正有时候会把它搞成这个变身的。总之这一个是电脑版的游戏，有时候不太好控制。我们这个是压倒性的实力，直接把这个怪兽干蒙圈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它这个爆炸的力度还真不行。Perfect。胜利，帅不帅？喜欢老王的小伙伴记得给老王一个小爱心，老王在这里给你们抱拳了，谢谢你们。私は信じている。あいつが負けるはずがない。